赶走问题机的国本书雨果独家冠名播出。冲动就是感性啊，但我会有激情，然后再爱情是个非常美好的东西，我们需要用感性这样的美好的理念去对待它。现实并不是这样的，以后理性再说，我们先冲动下去。很多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叫《冲动的惩罚》？刀郎表示没听过，可能会比较感性，后面就会错过很多。但我觉得不行。在我们的开场话题，有一个人是站感性，有一个人是站理性，对不对？嗯，因为他是完全站理性的，哦，然后我是完全站感性的。怎么说？因为我就是那种就是可以为了爱，然后付出一切，比较冲动的那种。然后，但是我从来不会后悔啊。那芝芝呢？因为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，然后我觉得喜欢一个人。不是，对我来说不是冲动，应该是会有激情。对，我会付出激情，但是我会考虑清楚我跟你合不合适，你是不是我想要的，那是不是对方想要的，然后我会全身心的去付出，但是我不会很冲动。本节目由赶走问题机的国本书雨果独家冠名播出。